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巧克力奥特曼蛋吗？里面居然还有神秘胶囊，还能抽出黄金奥特曼宝宝，太神奇了。巧克力蛋里竟然有奥特曼宝宝，它是黄金的，你们相信有这好事吗？爹，我要黄金奥特曼宝宝，我要奥特曼。天哪，这巧克力蛋也太贵了，一盒就48块钱，我零花钱都没剩多少啊。不是，万一抽到奥特曼宝宝岂不是赚翻了？不行，下蛋。宝子们，奥特曼蛋给你们搞来了，就这两盒都是我们100块钱呢。今天要是抽不中黄金奥特曼宝宝，那可就血亏了。小伙伴们，赶紧给贵贵我点点赞赞，积极勇气。哎，我就别说，赶紧看蛋吧。噔噔噔噔，奥特战甲蛋，那件精美玩具，咱们先从这边给它拆开。一盒里就3颗蛋啊，还给了2奥特曼卡片。咱先来抽这个吧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没错，就是泰罗。这里面会不会抽出来一个黄金泰罗宝宝呀？闻着好香啊！咱们把这巧克力蛋捏碎。咦，我看见里面的奥特曼了，竟然是零碎的，居然真的是泰罗宝宝，长得也太 Q 萌了吧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头还能来回扭动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领养一只吗？刚才那颗没抽中，咱们继续来抽第二颗。小伙伴们应该知道这位是谁吧？他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初代奥特曼。这个里面会不会有黄金奥特曼呢？来，把它给敲碎，把里面的胶囊掏出来。看这样子应该不是黄金的了。嘿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，竟然是个小汽车，是奥特曼开的小汽车吗？去吧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两个蛋里抽出来的东西居然不一样，哎，一个是胶囊，一个是蛋形的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姐，赶紧来抽第三颗吧。你们说这第三颗蛋我能抽中黄金奥特曼吗？麻利儿的给它拆开，胸口碎大石，能碎开，再来。碎开了，我开了波杆了，抽出来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是金色的？嘿，不是吧，真的被我抽到了，竟然是纯金的奥特之母啊！今天我也太幸运了吧。噔噔噔噔，快看这是什么。哇塞，姐你发财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买个皮肤啊？买皮肤？最近上新的这款我好想要啊。那不行，这个太贵了。另外一个拆开，掏出奥特蛋。姐，你都抽到一个黄金奥特曼了，能不能让我抽一个呀？那我给你抽一个吧。这奥特曼怎么脸都扭曲了呀？他长得好搞笑呀，你们能看出他是谁吗？咱们来把他拨开。我姐姐给我了一个残缺蛋，他竟然凹进去一个洞，哎，让我来一把捏碎他。先来片巧克力尝尝，来为小伙伴们吃一口，把里面的胶囊取出来，让我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这竟然是个小车，还是个小吉普，自己玩去吧。没抽到奥特曼蛋，但是这巧克力蛮好吃的。姐，能不能再给我抽一个呀？不行，你今天手气这么差，我才不让你抽呢。这两颗都是要送给小可爱了，小可爱们点点赞赞，让我看见你们，这两个赞赞就送给你们了。